唔知有冇試過喺夏天嘅時候想化一個好好地嘅妝，但係居然因為天氣太熱太濕啦，好快就已經溶曬。想靚靚呢件人都咁難嘅咩？其實只要揀一個好嘅粉底，可以幫到你保濕之餘，仲可以幫你完成一個持久有效嘅妝容。就好似呢一款十科 CC Cream 咁，佢就會係你夏天嘅選擇啦。因為佢入邊用加咗呢一個蘆薈同埋紅石榴做嘅成分咧，佢入邊有70% 嘅有機認證嘅，咁佢就會比較水潤啦，所以搽上面咧就比較自然同埋通透。即使你係留喺冷氣房啦，又或者係本身係一啲油性肌膚比較缺水嘅話咧，用佢都可以幫到你肌膚長期都係有水分喺入邊補充住，就唔會太乾啦，然之後出曬紋嘅。佢仲非常之易退，只要係一點就基本上可以搽曬成塊面，仲可以 last 到一日，唔需要咁成日去補妝啊，咁有厚重感嘅。我覺得佢呢一個嗰、那個遮瑕度都非常之好啊，大概係你所有細紋啊、黑眼圈啊嗰啲，通通都可以幫你遮到噶啦，可以喺夏天嘅時候，即係越精簡越最好啊。